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听说这事儿你找我们公司剽窃，小题大做了，都是误会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这个公司这回派我来，是给你做一个承诺，我们保证你的歌绝对不会用，我们还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别的公司也不用，都不用，咱把它保护起来。 永远在你手上，干干净净，绝对没有绯闻，没什么什么都没有，行不行？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我不喝酒。听您话的意思，是要封杀这丑闻，让他永无出头之日，是吗？什么封杀？那哪是封杀呀？封杀这个词儿啊，那是用来。 说那个这个什么什么已经成名的艺人啊，大腕儿，跟你没关系，你是草根歌手，你的歌手也是草根歌曲，那封杀那管得上？星空娱乐也不会做这个事儿，放心，封杀，你真是的假的？那也请您放心，我自己的歌，我终有一天把它唱出来。哎呀，小伙子，这个才华呢，不能当饭吃。 也不能当酒喝，在这个圈里边，要想混出点名堂，那得会做人呢。做人这个最基本的就是要有情商，你听你懂吗？情商，任由你们欺负我，就是有情商。怎么是欺负呢？保护你呀！我不用你们保护，我的东西更用不着你们保护。说了半天都跟白说一样。 反正也轮不到我来做你的人生导师，好的歹的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能不能听得进去，看你这的造化。啊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还有打架那个事儿，好像是你们先动手吧。我们家郑伯旭吃亏了，但是他说，以你们的经济状况可能是赔不起，算了。但是老弟你也站在我的角度上考虑考虑，我是一个做企宣的。 你说，咱们家艺人吃亏了，我不能让他吃哑巴亏呀，对吧？媒体上我得找补回来点，你得理解我，好吧？心里有点数。有你们在身边陪我 ，dance better， 最幸福的事情呢，倾听好，无能为力，也要鼓起勇气克服，解决所有的问题。现在我们一起走出谷底。哎，哎，不睡觉了吧？ 过去那些往事的，如果忘云烟，吹一下就。保证你的歌绝对不会用，我们还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别的公司也不用，都不用。OK，Get up，Let's go。心中燃烧过后的凄凉，无法再去忽视的那种失望，在你的世界里是否有过这种感觉？告诉我，无法诉说我想表达的。 练琴一晚上没睡啊，一会儿还有三个通告，赶紧去睡一觉吧。我好不想去，能不去吗？让你动我的钢琴了没有？你是怎么干什么呢？我让你动了吗？手怎么了？怎么伤那么厉害？有人喜欢程英雄，连累了吃瓜群众。
你伤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你得去医院。哎呀，穷人家孩子哪那么多讲究？你现在是我助理，我让你干什么就要干，听话。刘毅楠让我过来。嘘，什么刘楠？楠，走，带你去医院。 还能抬吗？好，放下吧。没有伤到骨头，就是软组织挫伤。如果早点过来检查的话，也不至于有这么严重的淤血。你怎么不早点来呀？因为他蠢。<笑>你这小伙子也是太关心人家了吧？心里着急，口不择言了。不是，医生，你不要随便误解我的意思。我是一个有什么说什么。他呀，就是有点蠢。就算我蠢，人家大夫找你惹你了，第一时间咬住谁？好了好了。 没事儿，病情啊不严重，也没伤到骨头，回家好好休息休息，保持好的心情，很快就能恢复了。我再给你开点药。哎，大夫，他不用打个什么狂犬疫苗什么的吗？不用。我听说最近往外花的钱比较多，有进展吗？阿曼达签了一个代言，明天会有一笔预付款。你帮我约顾行长的吗？ 郑伯旭的出差了，他特意说，咱们那笔贷款不能拖到下个月，不然他也不好办。郑伯旭的事呢？又上热搜了，情况很不错。你要看看吗？不用了，只要不是负面新闻就好了。刘毅南还挺厉害的啊，什么事都能圆过去。我一直在医院莱神通灵集团的老总吃饭，但是……我知道了，待会儿去跟玉总说，帮郑伯旭多安排一些通告，趁他火的时候啊，替公司多挣点钱。 肖医生啊，我刚拿到这个诊断报告，这个确定吗？陈先生不用太担心，2A级直肠癌治愈率是很高的，你应该抓紧时间到医院再进行一次复诊，咱们好商量一下治疗方案。好的，谢谢你啊，肖医生，你能不能帮我那个？ 丽娜，是我。那件事你考虑清楚了吗？我个人还是偏向接受万盛集团的投资。我呢，也不反对你进来公司当副总裁，只是公司内部我还需要点时间处理。你等我消息好吗？没问题啊，我又不着急。那我等你消息。等我消息。
这些数据你整理一下，之后拿到财务去报销。郑博旭下周的通告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。哎，雨琦姐，我想申请一点备用金。你自己先垫着，月底就报销了。要什么备用金？ 说他现在通告越来越多了，这他跑得过来吗？这通告多，公司赚的就多，经纪人赚的也多。啊？对啊，经纪人是拿提成的。不过真真，如果你真的是周转不开，我建议你用。